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在电视剧《冰与火》中饰演缉毒警察陈宇。冰与火的碰撞，善与恶的对决，人民警察永远战斗在惩治犯罪、维护安宁的第一线。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，向浙江公安全体民警、辅警以及家属们致以新春的祝福，恭祝你们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万事如意。